大家好，这是一枚乾隆保全局三叠龙小匾字本。小匾字本是保全局三叠龙中的一个本别大类。保全局三叠龙可以分为七大类。第一类是系源大字类，第二类是系源小直径类。第三是斜点角头通类，第四是斜点方头通类，第五是竖点角头通类，第六是竖点方头通类，第七是小匾字类。每一类又可以分为多种版别。这一节主要给大家讲一下小匾字类。小匾字类呢有四个本，第一个是双竖点角头通八倍薄，角头通这一本是四个本中最为少见的，好品的话可以破四位数。第二个是双竖点方头通八倍薄出头矮螺，出头矮螺就是龙字的矮刀旁，第一笔左出头。第三个是双竖点方头通八倍薄，就是我手中拿的这一枚。这一枚同上一版的区别就是龙字不出头，这两个版的重饰链都差不多。第四个是双竖点方头通开口倍薄。这一版是四个版中最为多见的，这一类的直径基本都在23到24毫米左右，都比较少见，尤其是角头通的更为少见。今天就为大家分享到这里，感谢大家关注。